们即将要踏上艰难的道路，初雪会西陵相伴，即使脚下已深感疲乏，但残酷的现实不容得我们停止，凛冽的冰寒将会越加锋利，它让战栗驻留在我们的身体里。神域护卫队不会受到诸神的眷顾，瑟兰德人也没有任何后援，我们只有疲惫、愤怒和恐惧。北境的冷风早已将我们的双眼刮得通红欲泪，但坚实的脚步却还是稳稳地压在沙石路面上，一步一个脚印。道路的尽头会告诉我们，今日就是诀别，我们会把自己着装齐整去迎接荣光，庆幸不用像寻常罪犯一样被挂于脚架，更不用像乞丐一样在冰冷的街角里孤独的僵硬。我们紧握刀剑，放任恐惧的泪水滑落，呐喊着奔赴毁灭。起初逝者复活还只是一则迷信的传闻，当整个北境半岛都被呲牙咧嘴的怪物占据之后，人们才意识到厄运早已降临。你得先学点基础。对这里没有一点印象。发动攻击。划破敌人的阵型，你可以的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进可攻，退可守。
标。青城无路。难以置信，一个复活者竟然有意识。其实我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哦，但你对人类的帮助我是看得很清楚，希望你能继续帮助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们失去了北境，那个历史悠久的半岛，神域护卫者们在那里耗尽了他们的勇敢与忠诚。我们拿起手中的剑，不再团缩在那脆弱的外壳里，因为奇迹不会眷顾毫无作为的人。快到东村了，想要去河对岸，那里的船会派上很大用场。哦，好极了，希望我们还能赶得及下一班渡船。用不着那么沮丧，在东村我们肯定能找到能用的船。筛子，找掩护。好几艘船，看见没有？别着急，我在想，那个拿着盾斧的家伙不会轻易地放我们过去的。
那你躲藏的时候得找个好点的地方，可别妨碍到我的斧子了。哼，有意思。战利品归胜利者所有。正中目标。无法这么做。正中目标。不畏恐惧，我们必须战胜黑暗。